这鱼片生吃甘甜可口，不失鲜味，实乃佳肴。且慢。 冷泉黑鱼都可以发育，唯有这冷泉黑鱼不可以生吃。天然的冷泉黑鱼放血、剔骨、洗肉，均一气呵成。鱼片需切得薄如蝉翼，辅以高汤熬制，方可入口。肉质鲜嫩，口感爽滑。你说这冷泉黑鱼生吃口感腥腻，我加些姜丝，不就解了腥腻？ 生姜虽可除腻，但口味辛辣，与黑鱼相冲。此刻你口中非但没有半分甘甜，怕是只有辛辣之味了。不愧是白莲儿郎，就是啊。大豆宽中下气，高汤佐味化腐，此汤可以化你口中的辛辣之味。 汤是滚汤，化解鱼肉的汁腻，令鱼肉鲜嫩爽口。但黑鱼肉质本身就脆，化去鱼脂，口感就会柴干，要借用风略冷却一二，方可入口，保证肉质的滑嫩。百里二郎在南市北上品的店，也就这当阳酒肆了。